我可以挑一个最好的位置坐，我用最快的速度过去拿奖，而且就算我把信封里面的名字都换成魏如萱，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来过这里，常常看别人的禁区，我的禁区，我去哪里？爸爸爸爸爸，生了一个 baby， 入围了刘翔，还来主持典礼。而且我不用等到得奖的时候才讲感言，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讲。那我要开始讲咯，我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，然后还要谢谢我的经纪公司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还要谢谢我的朋友，谢谢金曲评审，还有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歌迷。最重要的是谢谢金曲，我跟随下一条更美丽，待会我先下去换礼服，一边看看金曲三里开场而已，掌声欢迎！欢迎今晚第一组颁奖人于丁明。好，谢谢娃娃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非常好。